水珠给我，我先跟你讲。妈呀，你给的太多了吧！我要杀人、欸，我真的想杀人、欸。而且珠子怎么那么散呢、啊？散到一个不能再散的散了、啊。哇，可以这么散，还真是不容易耶！哇操，我这个两倍不知道灌不灌得过去，哇，灌过去了。刚刚观众说的还记不记得？啊，我没开风帽，我没开风帽啊！啊，我没开风帽，我没开风帽啊！啊，我没开风帽，我没开风帽啊！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，请记得左下角按个订阅，右下角按个喜欢，记得分享给你的好朋友。订阅旁边有个铃铛，按下去随时可以收到我最新的消息。我是平民百姓，欧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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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